槟城人都爱吃的口袋名单罗记鸭肉粿条汤，可说是每天开档，每天都顾客满满。粿条汤好不好吃，汤头真的很重要，用猪大骨、鸭子、干虎鸭、膀胱还有独家秘方熬煮高达5小时，汤头完全无味精，非常鲜甜。简单的一碗粿条汤却是充满古早味的一餐。他们也有龟屌搭，口味较为重一些，也可以一口面一口汤这样吃。他们的虎丸相当 Q 弹，也可以这样子另外熬的一碗，大家不妨过去试试看。